好，接着我们要请同学上来练习。这一题，乙木耳的碘化钾166，乙木耳的碘化铅461，那332公克碘化钾可以跟足量硝酸作用，可以产生碘化铅几公克？来，抽到你上来写，不可以只有写答案，要有算式，要有算式，告诉他答案怎么算出来的。30号、27号、30号、27号跟12号上来。请写上计算过程，要有计算过程。老师说，第一步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做，题目已经有了。第二步，把已知跟所求都换成木耳。他给你两个都是质量，请问你质量怎么换木耳？换木耳之后怎么算？木耳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均衡系数比就是木耳数比，就把它比，把它先拿出来比一比，就算出来了。人家给的方程已经平衡到不平衡，那你给已经人家要给完你平衡方程式了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下去吧。第一个。这个不可能会对嘛？那你们前面写个2:1，后面等于一个1:2，那怎么可能呢？2:1等于1:2，那我扣零了。还难说，后面那个郭大这就不用讲了，写都不会写。郭大，你这个可能是用心理的感觉的，心理的感觉的。116变成332，所以是两墨。然后呢，这里的461跟它乘二。好了，你不要按照我的步骤想，你想对也可以。可是你想错了、啊。这上面写2 Ki， 这里写 Pbi2， 意思是说前面如果两墨，后面几墨？一墨。一墨啊，前面二，后面一啊。
那你这里已经知道它这里是两墨，那后面应该几墨？几墨？那需要乘二吗？不要。需要乘二吗？不用啊。那你干嘛乘二？不是前面乘二，后面就要乘二啊？不是这样子啊？老师冷静一点，三四六一。所以这样是不对的啊！答案应该是多少呢？461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到底要怎么做。老师说第一步干嘛？老师说第一步做什么？写出方程式并且平衡。这一步这里我们不用做，因为题目已经写好了。老师说第二步做什么？换成墨，已知跟所求都换成墨，已知什么？叉叉几公克，叉叉几公克嘛？来问自己，公克怎么换墨？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题目有直接告诉我分子量吗？没有，但他告诉我一墨碘化钾166，这就是分子量，因为我们教过了。一墨的质量就等于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，所以表示碘化钾分子量166，碘化铅分子量461，就除就好了。好，除。那我们要求这个碘化铅的 S 功课嘛，就除，就是墨尔。好，一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二已知跟所求换成墨尔。那第三步做什么？就要把它比嘛，怎么比？墨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嘛。所以你要我求的碘化钾跟碘化铅系数抄下来多少？2:1。那刚才不是设过它的几墨吗？把它怎么样？放进去，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就数学算一算啦、答案461公克，就这样算出来的，就这样做 ，OK 吗 ？OK 吗 ？OK， 很好。